抽车，抽车，站起来踩。那我们终于要来面对很久没有骑的风柜嘴行中考，来喽，第一个大上坡喽，两公里，最后两公里，永脚不落地，1.5公里，孩子就在前面了，打开眼睛，不要头晕，眼睛睁开。终于来到年度企划中很重要的一环，就是风柜嘴测验。其实以往我们都是半年一次啦。那上一次我们测验应该在去年9月了，其实有点久。为什么拖那么久？跟大家交代一下。都在准备铁人赛事啊，这是理由吗？这是理由吗？练跑步啊！哇，好啦，接下来今天的时间已经是5月5号了，算是今年的接近中间一半了。对，那我们终于要来面对很久没有骑的风柜嘴行中考。我自己对于这条路线算是蛮期待，因为很久没有爬山，其实我觉得很跃跃欲试现在的身体状态。我超级讨厌。风柜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讨厌？那所有的回忆就是闷热、湿热，然后爬坡、腿酸、下来前车，还有美女帮你加油。那讲一下现在这边的天气如何？今天有点帮忙，有点小凉爽，感觉快下雨了。因为今天现在的时间来说，目前的温度是30度，但是其实下午刚更早之前，大概是33、34，很热，但太阳现在不见了，而且山顶上看起来有点乌云啊。不知道会不会下雨，但至少我觉得天气上帮忙蛮多的。对啊，应该可以进步一点吧。你就有目标成绩吗？上次好像是50几分，这次希望可以进步至少5分钟。心虚。好啦，话不多说了，直接开始今天的风柜嘴挑战 ，Go Go Go。有吗？克服完这个坡就已经挑战完第一个难度了，马上就接平路了。哎呦，说我会切大盘哦，一年后果然有进步哦。接下来是第二个挑战，第二个小坡来了。天气真的很凉爽，很不错哎。还有时间看手表，不用看，看一下，不用看，就是用身体感觉。太喘就是轻一点。看到第一个风柜嘴的牌子了，上啊！胜利是你的，倒数6公里。我眼睛视力模糊啊，太烂了吧？才400公尺，应该是你在旁边压力太大。那我先静音模式。没有，你静音没有用。抽车，抽车，站起来踩，燃烧吧脂肪，5.5公里。切大盘，下坡来了，追时间的地方就是这边了。哇，时速马上来到30啊！把握第二段小下坡，第一个大上坡喽，吹上去，吹上去，上坡，终结第二段。可以歇一下。不行，停脚，让人停下来的，不行，歇了。手抓紧你的上把。不行，停下来的，不行，停下来的。他是不是要哭了？现在时间已经过了，目前是17分钟。嗯，他觉得命比较重要，不然死掉怎么办？死掉会有变成告别式的影片。这水壶还蛮好看的，你在哪里买的？在这里。Don't quit。Don't quit， 不要放弃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啊，啊。直接插进来，你的手在下面吗？我没有，讲不出话，不要用那种快哭的脸去眼睛。
帅哥加油，风柜嘴 2.5 公里。背好痛啊，我真的好烂，我真的好讨厌风柜嘴，好不舒服哦，干嘛要一直爬？目前时间24分钟，距离你的成绩只剩 2.5 公里，你还有20分钟的扣打。一分钟一公里？啊，没有，没有那么久。哎、欸，快下坡了，这段是真的快下坡了，有一个小下坡，准备到岔路口，再撑一下，而且山上天气变凉。加油！再骑上去一段，等一下又会有一段小下坡，把握这，把握一下，最后2公里了，2公里，最后2公里，永脚不落地。1.5公里，牌子就在前面了。打开眼睛，不要头晕，眼睛睁开。你这样轻松骑完40分，再剩一下33分而已，目前。心跳才169而已，不是很快吗？还可以接受，再撑一下。你看得到？手表亮了。最后1公里了。加油！38分钟，38分钟了。哦，看起来力量很饱满哦，快要见到佛了，佛就在眼前。要不要下来扛车会比较快？哇，真是神明要下来！看到佛的时候会有点想吐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最后了，最后了，40分钟。加油加油，40分钟而已哦，就快到终点了。刚看起来还很有力耶，那两条腿流畅的摆动，加上有点肥胖的两手支撑住的那个握把，原来它就是快快哭的蒙迪索。我靠啊 ！Come on！Come on！哇塞哇塞！41分而已，看起来45分钟内完赛根本是轻而易举啊！最后400公尺，好痛，缺氧啊，好累啊，骑完嘞，终于骑上来。去年是大概53吧，今年8个月后43分，应该进步10分钟。
虽然有停，但是有进步。虽然有停啊，但是有进步吧。啊，腰好痛啊，脚一直抖哎。对于这个成绩，在八个月后的挑战，你个人是满意的吗？我没有想到可以进步啊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抗拒松桂嘴，所以我没有想过还会来挑战。我觉得我刚真的是快要死掉哎，快要去了。对啊，可是虽然停脚是有点抱歉，下次要挑战不停脚又进步。Yes， 我可以再撑半年。等一下，半年不用再骑风柜嘴。对，绝对不碰。好了，今天的风柜嘴挑战，我觉得算是圆满成功，至少进步十分钟。是，接下来下一集即将换我挑战了，我准备下滑，待会换我骑上来。我们下一集见。我是你家长周瑞，我是田埔风柜手。我们风柜嘴测验，换我了。Let's go， 不知道怎么讲。拜拜，出发。